班主任的区别对待。M N 是 A C 的垂直什么平？不是，怎么的说？上厕所。上什么厕所？上厕所。下课干什么来着？别人怎么没请假，就你请假上厕所？这课讲全是重点，我是等你还是不等你？烂不上课时间，别。四边形 A B C 是一个菱形，对不对啊？来，大家把书拿出来啊。老师，我能跟我同桌看一本吗？我忘带书了。你怎么没把脑子忘讲？饭怎么没忘吃呢？上锁怎么没忘呢？你现在跟他看一本，你刚好给你跟他答一个卷得了呗。不一样的，站起来！大家把书都拿出来啊！老师，我没带书吗？啊，那你跟同桌看一本吧，将就一下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好嘞，第四题选什么？大意。我说这一题选 C 吧。张嘴就来，还选 C？ 这题我讲八百遍了，还选 C？ 啥别说了，哎，照题抄二遍，明天给我。下一题选什么？王老三。老师，这题应该选 C 吧？还选 C？ 不应该选 B 吗？我讲多少遍了，一看就没好好听课。下次问问同学们为什么选 B 啊？我们往下看，最后一排的超能力，咱们一股香水味都熏死了，把窗打开透透气儿。是啊，一进咱们就闻着一股韭菜盒子味儿。刘老师早餐就喜欢吃口重的哈。哎，大姨，这俩人咋的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？昨天老刘占了英语老师三班一节英语课，他俩这样肯定不是个事儿啊。好好，你想想办法呗。行，没事儿。哎，老师，你干嘛去了？哦，下午有点事儿，我要回趟家。哎，对了。你问你们班主任下午有没有时间帮我代写三班的课呗？哦，我们班主任好像够呛，他有事儿。哎，我们英语老师肯定没事儿，要让他代。行，那你帮我问问。哎，好嘞。你们班主任真的把下午三班体育课让给我？当然了，我们班主任还说你上课辛苦了，这不特意让我给你买的水吗？你们班主任有心了。我事儿办完了吗？你就在这玩儿？你这是玩啥呢？三 D 沉浸式修仙手游《凡人修仙传》人杰篇啊。这我知道，我修炼的剑修刚突破到筑基期。哎，你这怎么修炼反派魔修啊？谁说剑法才是正道？李连杰都说了，道法万千皆可成仙。我魔修无拘无束，仙草不够就去采，丹药不够就去打 NPC 爆，主打的就是桀骜不驯，号令世间妖魔，刷图直接吸取敌方修为，越打越强，跨级秒杀，轻轻松松就能通关副本。你点左下角，我们一起玩魔修。这么棒，这快带带我。来啦，刘老师今天气色真不错，快上课，我打扰你了。班主任的区别对待。衣服怎么好好穿着呢？哎呀，是这么热啊。那我可没那么热呢。主要都穿帅。去吧。那衣服不会好好穿呢？非得露个肩膀头子，好看吗？你看看你自己哪有一个小姑娘样？臭不要脸！告诉你啊，以后再这样穿就别念了。回去。不知羞耻。老师，我想找一下你班大义。爹，大义有人找。啥关系呢？老师，我找一下你班九妹。你找我干啥呀？我是他老师，有事你跟我说。要么跟我说，要么跟他家长说，你俩有啥好说的呀？告诉你啊，咱班有些女生，别成天跟那些男生打咧咧，自己只有点深沉。你有没有事儿？没事儿吧？没事走。我说你瞅瞅，咋的了？我让外班欺负了。完蛋玩儿啊！你先回去吧，你等我批完作业，我去找你。好。老师，咋的了？他们欺负我。谁欺负你？臭不要脸，敢欺负我们班？杨老师一会儿还得开会呢。开什么会？开会？找他去。最后一排的超能力。咋了，九班？我就踩了隔壁班王老三一脚，他就欺负我。干啥去？我给九班报仇去。你可拉倒。你先去跟这几班说一下，以后谁也不许跟王老三打来着。班长走。
徐正奇了哥，哎呀，他这来了，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啊。哎呀，咱哥俩生啥麻烦？你说，哎嘿，加班呗，哥们儿。不行不行，他说了不让我跟你玩，不好意思啊。去去去，王老三没穿校服，扣分。不是，我这刚脱，还没脱呢。你脱没脱吧？你这不瞎记吗？有疑问找哈哈去。啊，行行行，记不行？大热天的，不愿给你叫我买水去。大哥，来瓶矿泉水，两块是吧？不对，十块。为啥我十块啊？别人都两块，就你十块。听哥一句劝，咱别得罪那不该得罪的人。阿川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整我了。别跟我说呀，跟九妹说去。行，九妹，对不起。那你就这么道歉吗？哎。哎，同学，你能别管同一个吗？就同一个，你教教我呗，教教我呗。哎，是这样同吗？是是是，快同。是这样吗？是，对，同。耶！同学咋的了？我抬不动。我帮你吧，不用你抬。这好吗？啊，你真强壮。哎，同学，太沉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说，哎呀，这第三题也太难了吧？啊，难吗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啊，这个，我跟你讲啊，这题这样，来，我这这那。他，你能告诉我一加一等于几吗？二。你能告诉我怎么得的吗？你问别人去去去。我就想问你，大爷，你告诉他一加一为啥得二？快去去去，快去！你今天你。啊，你给我去啊呀。最后一排的威慑力。我看出来，那一把轮不好了哈！行，门口又有人来找事了。你们几个站在干啥了？呀，主任，主任您咋来了呢？你干啥呢？没事没事没事。